一个铁钩伸哈，往里面是伸不进去，有可能里面拐弯了。大概的位置呢？大概位置哈，我们要在这里打个天窗。来吧，专吃硬的哈，吃了一晚上的硬，继续刚硬。这不 BBQ 了，底下都是编织袋。如果全是编织袋，就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往这边没有编织袋，没问题，盘就对了。这些是废弃养殖场的水渣，原来是养螃蟹，然后这里拆迁退塘黄林不给养殖了，所以这里都是要拆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能在这里挖。真恶心人，底下是养殖场用来堵漏水的编织袋，一层接一层的。不好掏土，得带洛阳铲，打垂直的洞就是这个麻烦，不好掏土。好像通了，通了。得亏我自己测量了，今天如果是个测量员在测量我，我绝对把它吊上去，拉到300米高，再 biu 放下来，拉300米高，再 biu 放下来，完了，咋了？没螃蟹啊？没螃蟹？你相机给来。哎呦，看这下面有多好玩，主动在这里。主动，然后通到这里，然后通进来，然后在这，这是洞底，洞底没螃蟹，螃蟹呢？啊，螃蟹呢？你去洞口看一下，我捅一下。好。洞口那个。哎，你再捅一下。盖子打开了，你再捅一下。来了，大哥，啊，过来，他，我按住他了，你按住了，大不大？大，我，他想钳我。只有一只吗？一只啊。公的母的？公的。你到洞口给我看啊。来了，哎呀。喂，大哥，来，大不大？这里，那，大哥，你快拿住，我有点拿不住了。哎呦，挖了个藏獒，跟我们今天第一只差不多嘛，好，第一只多简单。哎呀，我的个天哪！可能就像打了一口井吧，上得来吗？我上不来了，我装螃蟹我上不来。哎，在下面没感觉，鬼知道我打了多久。完了，疯了。回家吧，一会儿天应该也亮了。
太执着了我们。唉，早应该放弃掉。这只螃蟹亏工钱，时间都被他耽误，起码少抓五只。关键还就只有一只，要是有个对蟹，我还能勉强开心一下。